几年以前啊，我们家刚搬到这所房子的时候，我就和我太太在这个后院子的规划上呢，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。她呢就想在后院子种蔬菜和水果，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京郊农村的蔬菜大棚和果园的可怕景象，所以我坚决反对，坚持在后院子保持原有的草坪还有花卉，保持原状。这也是我们买这个房子的主要原因嘛。然后我们就有了一番争论，最后呢，双方妥协啊，我同意他种蔬菜水果，他也同意耕种面积不超过后院子的三分之一，同时呢，不损害已有的花草景观。因为对这个种菜啊一直有成见，所以这几年以来，我光看见我太太在后院子忙忙碌碌的种这个种那个，我呢就一直是不闻不问的。最近做了这个油管视频，我也看了一些网友种菜的视频，我渐渐呢也有了点知识，和兴趣。然后我就和太太约好，今天呢由她来给我介绍一下她种的这个蔬菜和水果。结果这一介绍不要紧，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，眼花缭乱。下面就让咱们去看看我们当时对话的这种场景。这边是辣椒，这是辣椒，那个是土豆，这是什么辣椒？长辣椒还是大辣椒？小辣椒，这是哦，小辣椒。那边是大辣椒。哦，那边。看，这是土豆秧子。土豆，嗯，就是下面就是土豆。对对对。这土豆的叶子长得也漂亮，嗯，也好看。也好看的。嗯，没见过。好，这然后好像是这啥东西？冬这瓜吧。冬瓜。嗯。哎，这冬瓜的叶子怎么有点像西瓜？像西瓜。嗯。嗯。我小时候见过那西瓜的，有点像，嗯，可能。南瓜在哪儿？这是小南瓜。这是小南瓜。看见没？南瓜已经结了，是吧？这南瓜咱们万圣节的时候能不能嗑呢？这那日本南瓜。啊，这是小日本南瓜，哈、啊，我倒是挺喜欢吃这日本南瓜的，哈、啊。这是。日本没南瓜是比较面的，就吃那南瓜，对对对，吃是。你再跟我说一下这是啥？这是什么菜？芥菜。这是芥菜啊。嗯、哦。那现在能收吗？小青菜可以啊，你想吃就吃。现在都可以收了。没时间吃。芥菜是不是有点苦啊？对呀、啊，夏天就把它做成汤败火。嗯。这是小青菜开。哎呀。我来这儿就跟个傻子一样，啥我都不认识。小青菜，小青菜我倒是认识，因为跟超市里卖的挺接近的。豆角你拍了哈？豆角在哪儿？豆角那一排里。啊，豆角我拍了，对，爬藤的那个，嗯。香椿拍了吗？香椿还有香椿。啊，那棵是。我来看。我今年没舍得。哦，香椿。我就让他。对，那天我在 YouTube 上，人家。家里边有一棵香椿，还那个什么，还说我还以为咱们家没有呢，咱们家也有一棵，你偷偷摸摸给我种上吧啊！哎，香椿炒鸡蛋呢？对呀、啊，等它长高了，我都没舍得吃的这。那你说现在这么嫩，不能吃吗？可以吃啊，你比如说像这些嫩叶子就能吃吗？但是我不吃它，我让它长高一点，这样结的多。我长成树了呢。啊，长成树了结的多吗？哎，我很多年都没吃过香椿炒鸡蛋了，明年就能吃了。明年，今年不能吃。今年我舍不得吃，我让它长。哎呦，那我说不定把上面给裁掉了，说不定它还能长得更多呢。能长。嗯。来我叶子吃。我这菠菜。后面是茄子。哪个是茄子？后面是茄子。哦。种了太多东西。这菠菜，这茄子。什么叫本地黄瓜？就是那圆的，圆的黄瓜，圆短的那圆短的黄瓜、嗯，就不是咱们的长溜带那顶瓜带刺儿哦，顶瓜带刺儿的。或者是你就早早就收了，就是那小黄瓜，就是那外边表皮比较光滑那种，嗯、是吧？小黄瓜、嗯，这叶子，哎呀，这叶子长得真好看，五角形的，嗯，
你说这大夏子又弄这，你说这工作量多大？您老人家辛苦了。这小白菜，这小青菜，你们那是？嗯，是种的。你把丝瓜给我看。底下也有。兄弟们，你能明白啥叫丝瓜不？上面也、这。啊，对，我来看看。啊，这儿。嗯。啊，那这是。嗯。上面也有。嗯、我啥我也不认识。啊，这样。啊，这上面。嗯。好。哎。这丝瓜这个。嗯。这是黄瓜。已经看到一个小黄瓜，前面是一个黄花儿。嗯，都发花了都。就是要采籽儿。那是不是应该摘了？不摘，等它结籽儿了吗？哎，他们说这个韭菜种的时候，回头最后种老了以后，它是有韭坛是吧？你见过韭坛吗？就光是韭菜。这葱也是割了以后就可以接着长是吧？哦，这里边西红柿其实等西红柿黄了，我还得买的有黄西红柿。等黄了，哎，这棵树你好好拍一下。这啥树？这是？这是一个灌木，这漂亮吧？这是灌木。哦，这就是一个灌木。嗯。这是啥？这是咱们家以前买房子的时候就有，还是你从哪儿移栽的？不是，我就你在超市买的。啥超市？就是Home Depot买的、嗯。你当时看见它外边有这个花是吧？对，有图片。哦，漂亮吗？好看，太好看了！这一个花里边有好多小小豆豆，太美了。这个颜色多漂亮！颜色真美，太好看了！哎，天哪！大自然真是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它出弄不出来的。铁线莲，这叫什么名字？铁线莲，不过不是这铁线莲，是那儿长出来放的。我除了感叹之外，我的，你去把那个苹果再我看看，啊，马齿苋。是你种的呢，还是它自己自然长出来的？哦，自己长出来的。嗯，对，我小时候采过这种野菜。嗯，这个过去我们小时候都是用这个包饺子的。嗯，长得挺好的。哦，对，这是摘下来的马齿苋。准备用它来做凉条菜的，这还有一把小包菜，这还有一把刚采摘下来的菠菜，这是菠菜吧？对。哦。